在新北市有上百年历史的汐止国小最近欢度校庆，而在校庆当天特别邀来慈济志工宣导做环保。汐止国小建校119年校庆，慈济人在校园现身。慈济是有品牌的，我们当然要好请他们来帮忙这样子。对，校方找来环保志工当闯关关主，一二三，来，用力冲，开始行动，开始。孩子背得出口诀还不够，挑出回收物，正确分类才能过关。站住！答对了，去后面盖章。我们希望透过童小，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环保的知识。那未来，希望孩子带着这样的知识哈，来保护我们的地球。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大爱妈妈来到这边设置的站。我今天回去可以再帮妈妈跟其他类纸类跟那个保特瓶一样。汐止国小运用建校将近两甲子的教育智慧，与慈济志工合作，正式迈入属于他们的环保元年。带新闻之下，美志工曾秀旭、赖慧娟台北报道。